平级耶，干，我也不知道我平级把嘞。雕刻，他就是要去针对盲女的，他没有想要抓的意思。盲女溜到医院，有我可以帮他，还好。不要吓到我好不好？我突然在想说什么鸡排，哪时候谁要请鸡排的？哎呦！什么东西啊？我在看为什么鸡排啊，这个雕刻家冲他小，欸，那个截图啊，那个说要请鸡排的那个。哎，干什么？闪现还空了这个。哎，你还要追啊？哈哈哈，一个没爆点，你就 GG。还要追？哎，那个鸡排的截图下，各位，那个要请鸡排的这个。他追盲女还不好说，他突然追我才很激动，你知道吗？你有很多很多鸡排要请的，我跟你说。对，你有很多鸡排要请。大肉鸡排，舞台啊，没问题啦。医院呢？老公的地盘呢？怎么会溜不了呢？对不对？哈哈哈哈哈！还是这个雕刻匠听到这个观众说要请鸡排，然后就跑来追我，上头，舒服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我想笑了这个。啊哈！四跑，干的！为了争取大家的鸡排，我一定要四跑。对，大家的鸡排就命运交在我手上了。鸡排，快鸡排！有了，鸡排有了，各位。哎，那个说话算话，那个出来啊，那个啊，四跑啦。哎，截图谁讲的？